外老将有一身狠啊，恨得那巨灵皮化身啊，恨得那老罗出气喘是这样吧，其他几位都回到座位上去吧，好不好？桃子姐也可以回去坐了，太有威胁感了。来介绍一下。OK, hi semuanya, saya Helen dari Indonesia, Jakarta. 印度尼西亚。大家好，我是曾佩兰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的一名学生。他是一个老外啊。对，我就想说他作为一个外国人，是不是他怎么能把老腔唱得这么像呢？湖南卫视，我想和你唱，我每次都跟我爸爸一起看。我是因为太笑了，说完。那你爸爸一定是主要看我，你爸爸不会喜欢汪涵。认识啊，因为好实诚。你知道吗，姐姐，你在印尼也是很红哎，真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特里马卡西。但是在印尼呢，只有那个有芒果，没有桃子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很高兴，因为我见到了正宗的桃子，正宗的桃子，难怪他今天打扮得像个芒果一样啊、哦。